这里是吉林省察干湖边的捕鱼队驻地。每年的渔猎季节，这些临时小屋和帐篷都会被附近的渔民住满。这顿饭并不是渔民们的夜宵，而是早餐。每天的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在鱼把头张文的带领下开始一天的作业。我们一般都是3点左右就出发了。哦，出发2点多钟就得起来，就得起2点多钟起来。起来先吃顿饭是吧？嗯，先吃饭。哦，那上湖面还吃饭吗？湖面我们自己带，自己带。中午都是带饭。哦，在湖面上也吃是吧？对对对，到时候时间太长。哦。当最后几位渔民走出帐篷，捕鱼队便在晨曦的微光中向选定的下网地点出发。在察干湖渔民的渔猎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古人日出而作、早出早归的作息习惯。张文是察干湖渔场众多渔把头中的一名，带领渔民们打鱼就是他的工作。然而去年冬天，他却以单网16.8万公斤的捕鱼量，刷新了传统捕捞方式单网成绩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与我们印象中的捕鱼不同，这次破纪录的捕鱼并没有在微波荡漾的湖面上进行。一望无际的冰雪覆盖了察干湖从岸边到湖面的所有地方，在这种条件下捕鱼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张文是如何在冰封的湖面上打破捕鱼世界纪录的呢？察干湖位于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是中国第七大淡水湖。在这片420平方公里的湖区内，密布着众多沼泽和芦苇。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湖中密布的鱼群，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天堂、鸟类的乐园。灰脸鹭、丹顶鹤等80余种珍稀鸟类都在此捕鱼为生。每年夏秋季节，这里都会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恢复了活力的鸟儿们都想赶在天气变冷之前享受最后的大餐，而同样以捕鱼为生的渔民们则不慌不忙地等待着冬季的到来。当东北寒冷的冰雪将辽阔的湖面彻底覆盖的时候，鸟儿们早已迁徙到了南方更为温暖的地带。湖面厚达1米的冰层，使得鸟类不得不暂时离开这片渔猎的天堂。而对于居住在当地的渔民们来说，这却是捕鱼的最佳时节。凌晨5点，渔民们就要在严寒的笼罩下，坐着马车行驶上冰封的湖面。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捕鱼，厚重的衣服会使简单的动作变得笨拙而缓慢，而冬季过早的日落和长达10余个小时一网的捕捞效率，也迫使渔民们不得不早早的出发。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冰面上时，东捕队开始了忙碌作业。像小山般堆积在冰面上的一张渔网正在逐渐展开，这张网的周长足有2000米，而如此巨大的渔网又是怎样在冰封的湖面上进行捕捞的呢？作为一项延续了数百年的古老习俗，察干湖东捕一直是以人力为主。每年的冬天，50多位渔民就会在张文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展开捕鱼活动。而鱼把头除了负责分配工作、监督技术之外，还要负责东捕中最为关键的一环——选择捕猎地点。
在如此广阔的冰面上打鱼，如果不能准确地掌握鱼群的动向，就会像大海捞针般一无所获。对，这个咱们的网眼就在这个位置上啊，往前打。当张文将东捕地点选择好之后，工人们用一种叫做穿子的锋利工具凿破冰层，打出一个长方形的冰洞，这里就是东捕下网的地方。而不远处则有更多的工人接二连三地打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冰洞，这些冰洞逐渐在冰面上形成了一个椭圆的形状。下网的这个方式是啥呢？这个一个一米半的长方形嘛，一米半长，一米那么宽，一个所说冰眼，把这个网的两侧的分开，就是一边这么形的，也是像咱下似的。完了下完了以后到那头，就这个一个椭圆形的。我们下网这个方式是正方形的，它会网下去以后它是个椭圆形的。看着逐渐沉入水底的渔网，我们不禁产生了疑问，就凭这些小洞就可以将这么大的渔网砸入湖里捕鱼吗？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等待之后，奇迹出现了。只见冰层下的巨大渔网正在水底缓缓展开，并向前方移动。这张2000米长的大网究竟是如何在冰面下展开的呢？密布于冰面上的小洞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几个工人正用一个钩子从冰洞中拉出一根绳子，这根绳子就是牵引渔网在水下移动并展开的原因所在。然而这根细绳是怎么来到冰下，又怎么会在水下移动的呢？一个工人拿着一个叫做扭锚的工具来到冰洞前，只见他把扭锚伸进一个冰洞中一扭，一个木头突然出现在冰下。我这个网，从这个冰眼下去以后，我前面有一个这个船杆，有个20多米一个船杆，船杆后边带个绳，绳后边是掏，掏后边才是网。我用这船杆呢，船杆后边有一个摆动的东西，让它往哪走就往哪走。我的网窝子已经都画完了，就按我的路线去走。扭锚保证了船杆的运动方向，使它沿着冰洞打出的弧形前进，而船杆又将连接渔网的绳子带到冰洞下方。只要拉动船杆后系着的绳子，就可以让渔网向指定地点移动。但单凭人力要想在平滑的冰面上拉动水下2000米的渔网，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拉动这张巨网呢？答案就在东捕者乘坐的交通工具上。接到了。东捕者将一种叫做绞盘的铁质工具固定在冰面，然后再将连接渔网的大涛系在上面。在几匹马的拉动下，绞盘就产生足以使巨大渔网移动的动力。走啊！在水中，渔网并不是平铺的，而是立在水中，上面挨着冰层，下面拖着湖底，围成一个弧形向前推进。渔网经过的地方，如果有鱼群，就会被收入网中。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工人们要在冰面上凿出数百个冰洞了。这些冰洞从下网口的两侧呈弧形分布，在距离下网口前方1000米的出网口汇合。
当穿杆将连接渔网的大涛拉直后，渔民们就会使用绞盘将渔网向前拖动，巨大的渔网就这样被展开并向前缓缓移动。当渔网的两端最终在出网口汇合时，渔民们便会将渔网逐步拖出水面，这是收获的时刻。早已等在一旁的买鱼者们蜂拥而上，开始抢购。抢了！看着从出网口缓缓而出的渔网，不禁让人对这种精妙严谨的传统捕鱼方式感慨不已。渔民们说，这种捕鱼方式是蒙古人遗留下来的，而每次冬捕开始前查干湖都要举行的蒙古族祭天仪式，也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历史上，查干湖一带曾经生活着契丹、女真、蒙古等多个民族。自从蒙古铁骑灭亡了曾经盘踞在这里的辽和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后，这里便成为了蒙古族的天下。查干湖周边至今保存有大量的蒙古族建筑，而随处可见的成吉思汗塑像和蒙古圣母阿兰霍阿，也昭示出蒙古族对于当地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然而我们印象中的蒙古族却并不以捕鱼技巧闻名，那么冬捕这种传统捕鱼方式真的是蒙古人的智慧结晶吗？进入元代以后，蒙古族这个进入到这个占领这个地区以后了，因为蒙古族他信奉这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呢他是不吃鱼的，所以呢蒙古族呢在这个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情况下，所以他呢他不吃鱼，所以他也不打鱼。在历史上呢，恐怕在这个阶段，这个我们当地捕鱼呢是相对的就比较少的。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博物馆内，陈列着查干湖地区发现的众多辽金和蒙古时期遗留下的文物。与较晚出现的元代文物相比，辽金时期的遗物往往要更为精美，而展柜一侧的角落中摆放的几样物品引起了编导的注意。这是咱们当地出土的那个渔猎工具，这个下边这是那个鱼叉，这什么时期的？辽代时期的鱼叉。辽代。辽代时期，这是在咱们这个查干湖这个附近的遗址出土的。这个上边呢，这是那个鱼坠，就是网坠。挂在网上的。这个网坠有什么时期的？这个网坠呢，咱们现在看呢，基本上也是属于辽代的吧。当地出土的众多辽代捕鱼工具说明，辽金时期查干湖周边的捕鱼活动已经形成一种规模较大的生产形式了。难道说东部的习俗和方式都是源自辽代契丹人的渔猎方式？这个辽代皇帝因为他是这个游牧民族这个打天下的，所以他做了天下以后，当了皇帝以后呢，他还有那个不没忘记这个他这个游牧生活，所以呢他每年的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的时候，他分别到当时辽代全国不同的四个地方去那个游行去，去游猎去。他们当时呢用契丹语讲叫纳伯，每年的春纳伯，辽代皇帝必定到这个咱们这个塔虎城和这个查干湖这一带来，到时来干什么呢？一个是捕天鹅，一个是呢就是钓鱼。来到以后呢，当时记载呢，当时来的时候因为正是冰天雪地呢，还因为正二月初的时候冰雪都没化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在这个冰上啊这个设立营帐，然后呢在冰上呢捕鱼。据张静言考证，东部的习俗应该是起源于辽代，然而
辽代帝王春纳波时究竟使用了什么方法进行冰上捕鱼？今日我们看到的冬捕方法是否就是来源于那时？为了考证这一假设，我们带上了一把与辽代出土的鱼叉类似的仿制品，在张敬言的带领下去寻找渔村里最出名的捕鱼能手，由他来试验这种捕鱼方式的可行性。快艇在波动的湖面上行驶了一段之后，来到了一处芦苇荡附近。哎，常师傅在这吗？哎，好啊，在这抓鱼呢，游泳呢。找你们请教点事儿。哈，挺好的是吧？让您给帮个忙。哎。这就是吧？啊，对，常师傅，是，哎，哦，船头这个是，哎，船头这个，船头这位，啊，怎么样？这不挺深吗？挺深呐。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我们要拍个节目，我们电视台的，哎，来拍个节目，然后有一个事儿得麻烦你们一下，哎，我们找了一个鱼叉子，让你们帮着试验一下，看能不能叉鱼。这常师傅给照一照来，这个鱼叉现在还好不好使？来，来看看啊，哎。能靠过去吗？靠过去。我们登上了对面的小船，将准备好的鱼叉拿了出来。哎，你看现在还能不能用了？现在不能用了，不能用了。这个咱们当地都不用这种鱼叉了吗？现在都不用了。啊、哦，这个鱼叉就只能在浅的有草的地方，有草的地方叉鱼。啊、哦、这淘汰了是吧？淘汰了。这什么叫淘汰？那多长时间不用了？能有个四五年吧。是吗？嗯啊，四五年。那这种鱼叉您能给我们表演一下怎么用吗？我们实验一下。也行，得拿上草边。上草边啊，这深水不能用。哎，深水现在水太深，看不着鱼啊。到有啊。鱼叉早已在当地淘汰不用，而鱼群又经常出没在靠近水底的深水区域，鱼叉难以击中，所以即使是在当地以捕鱼出名的常师傅也有点力不从心，没扎着，连续的几次尝试都没有任何收获。哦，扎了个贝壳，等于是，鱼没扎着。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获。这种看似简单的鱼叉，使用起来却很难发挥效用。可以想象，辽代渔民要使用这种工具打鱼，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个效率太低，这个效率低，不如我下失手抓去。失手抓都行。哎，对。哎呀，常师傅抓鱼是能手。嗯，是吗？这能抓下来吗？这个。再三的错过目标，使得被称为捕鱼能手的常师傅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懊恼的他居然提出要下水抓鱼，难道双手真的比鱼叉还要有效？双手抓就能抓上来？对对，您以前抓过吗？这个，那个注意安全啊！哎，都下去了。哎呦我去，上哪儿去了？怎么看不见了？这个。虽然一起的渔民都纷纷证明常师傅能够抓到鱼，但是连鱼叉都无法准确击中湖底的鱼。仅凭双手真的可以抓到鱼吗？水性怎么着？这能待两分来钟啊？两分，我还有四米深，现在不抓一斤也，但这里边一斤挺厚。挺厚什么意思？挺多是吧？对，挺多。在简单的报告水底情况后，常师傅又一次扎入了水底，而这一次却迟迟不见他浮出水面。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我们逐渐开始担心湖底的情况。在浑浊的湖水中，我们无法看到水底的动态，而一旦潜水者被水底的水草缠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当我们沉不住气时，常师傅却从不远处冒出了水面。哎呀，有鱼！哎，抓着了！哎，抓着了！哈哈，逮着了，两个呢！哎，一个大鲤子，这是一个鲤鱼是吧？哎。这嘴里还叼着一个，这叼着什么鱼啊？这个啊，那是几瓜了。对于并不以水性出名的北方人来说，
空手抓鱼无异于天方夜谭，而眼前发生的浑水摸鱼却使我们惊诧不已。常师傅究竟是如何在浑浊的水中抓住快速移动的鱼呢？摁住，哎，摁住，掐住鳃，啊啊，往上带，摁住，掐住鳃往上带，啊，掐住鳃往上带，哦哦哦，哎呀，这下可不容易，它得游着，你怎么摁住它呀？你得这个冲着鱼的前头慢慢贴住，啊啊，完了这鱼往上一拱，啪往地一摁，啊，哎，随手就给它拽住，摁住，哦哦哦，哎，不要放手，那你是肯定抓，你这水里你是能看见它还是怎么着？手的感觉。靠手的感觉，水这鱼一游，你这水的冲击波冲你的手尖儿，这前面有鱼，别去抓，去嫩它去，嫩实了再抓，就抓着了。等于就是说，您在水底下是看不见鱼的，全靠这手，全靠手的感觉，感觉有没有水的波动是吧？对对对对对。那您等于在底下不动，等它游过来是吧？不是，慢慢的往前，慢慢往前摸。虽然见识到了空手抓鱼的绝活，但刚才使用鱼叉的失败经历，使得我们否定了辽代东捕使用鱼叉的可能性。在如此大的范围内使用鱼叉都无法有所斩获，而在狭小的冰洞内使用这种工具则更显得不切实际。在否定东捕使用鱼叉捕鱼的可能性之后，网坠成为了考证辽代东捕方式的唯一的线索。辽代东捕是否如今日我们见到的一般使用渔网呢？我们将网坠带到了东捕鱼把头的家里。问您个问题，这个要请上去。看见过这种那个网坠吗？没看见过。你看看这种网坠，这一般是用在多大网上的？这都得1000多米，这个坠儿，这叫多大呀？啊，1000多米大网。1000多米的大网才能用这样的网坠。2000米吧。那小网用会怎么样？小网不行，小网沉。哎，这是，这是小网用的。这啊，像这么大的就是肯定是1000多米用的。对，大。那要是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用在小网上用的大坠呢？不可能。那会发生什么现象？沉呢？对，沉是什么意思？就是沉啊，拉泥呗。张文认为，这种重量的网坠应该是用于2000米左右的大网，恰好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东捕大网体积相似。而今日东捕使用的网坠，虽然从大小和质地上与出土网坠不同，但重量却非常相近。难道说辽代东捕使用的真的是与今日类似的方式？那这个是东捕的还是？冬天使的呗。冬天这应该是冬天使的。冬天使的东西非常重，重。它给钉上。拉网，它轻的还不行。行了，冬天水深，它给钉上，它得有弧度。所以说它得重。虽然张文一口咬定这些出土的网坠必然是东捕时才能用到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出土的工具可以证明辽代人能够为千米巨网提供冰下移动的动力，所以当地流传着另外一种关于东捕方式来源的说法。在清朝这个后期啊，也就是在1800年前后这个时候，这个汉族人呢开始进入到这个蒙古族地区。从那以后呢越来越多，这个咱们不听说过那闯关东吗？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关内的山东人呐、山西人呐、河北人呐，他们大量进入到这个东北地区。这个时候呢，郭尔多斯这个王爷这个地方呢，他也这个开放了。开放以后呢，就是蒙古族这个汉族啊，就大量开始进入到这地方了。这个据我们所知呢，就是咱们查干湖这一带的捕鱼，大网捕鱼、大面积捕鱼，这个几乎呢，大伙普遍认为还是从这个啥，还是从这个汉族人大量进入到咱们这个地区以后，这个开始的。其实，对于当地的渔民们来说，今日的东捕方式究竟源于何时并不重要，每次东捕能够多打些鱼，改善生活，才是他们心底最为单纯的愿望。这种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已经成为了他们每年必不可缺的生产活动。当古老的渔猎文明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查干湖上那响彻荒原的破冰声却成为了一个罕见的冰湖奇观。
在查干湖流传了数百年的渔猎传统，却几乎濒临灭亡的命运。一位退休捕头，一位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师徒两代对祖传的手艺有着怎样的坚持？敬请收看《走遍中国最后的渔猎部落》下集。